一分钟学会夜空色流彩，将浅紫色、深紫色、深绿色以及黑色挂留在杯子当中，将画板抬起，随着画面的中心不断流淌到周围去。在过程中要倾斜画布，然后调整内容直至我们需要的画面。运用细胞颜料也是从边上依次挂入，每个颜色相加起来大概100毫升左右，从中间向四周滴流过去，形成一个伞状的放射纹理。内部的纹理透过细胞图案向四周放射开来，如果你控制得好的话，可以做出非常唯美的夜空图案。漂亮的细胞纹理也非常像孔雀的尾巴，这个过程就需要你去发现了。卷毛流彩，感动精彩瞬间。